是张玉成。今天突然介绍的全部是高岛，这在日本管乐界是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的名曲。只要是遇到了校庆或是特别的庆典活动中，一定看得到这首曲子的踪迹。可说是日本流行音乐管乐改编曲中绝对领先的第一名。原作者是和泉弘隆，也不用参加的著名。而著名的管乐作曲编曲家真岛俊夫，就在1991年将之改编成管乐团版，将原本是融合音乐 fusion 的曲风，加入了森巴音乐等新鲜要素，并且放入 New Sound Impress 系列之中出版，立刻大受日本各地管乐团的欢迎，替这首曲子创造了新的一波高峰。请大家欣赏，谢谢大家。